很期待是谁呢？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肯定不会失望，因为人家是重量级的，绝对重量天王级的。Hello, ladies and 的乡亲们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尖沙咀，打算吃个拉面。但是因为夏天吃拉面就会很腻，所以我们就专门选了一家柚子拉面。我也想点那个。它只有柚子拉面，没有做好功课。感觉夏天吃柚子拉面就会很清爽，但是它什么味道呢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先去吃一下。大家好，现在是周六晚上的饭点，我以为它会大排队，结果。他是这里点单的，来这里当然吃柚子啊，谁还要吃普通的？他有沾面和汤面，你说我是吃拉面还是吃沾面？我是没有跟你说过我会日语，真的假的？超会，真的。你为什么没说过？因为我觉得做人就不要太炫耀。你问我柚子用日语怎么说？真的假的？你会日语？柚子，我知道。你问我柚子拉面怎么讲？柚子拉面怎么讲？柚子拉面。别耍我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今天晚上我们有个大动作，我们要去看演唱会。是谁的演唱会呢？说起来还是有点不太好意思讲。是谁的演唱会呢？就等下揭晓。但去看演唱会之前，我们想说先嗨一下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两杯酒。我们有点一份柚子的沾面和一个柚子的拉面，还有一个包。哎，它这包好可爱，上面有印他们那个 logo。我们点的第一个呢，柚子的沾面，然后它这个汤是加了辣酱和青葱在上面。好香的柚子！我来闻一下。怎么这么香？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真的很香，就我这个距离就已经能闻到柚子的味道。然后这个是我的柚子拉面。哎呀，怎么就一片叉烧？有点少吧？我先闻一下这个面。我这个没有你那个沾面的来的香，很淡。这难吃。那柚子有点太苦了，太苦了。吃下它这个面。你的脸真的很苦，这面太苦了，这个味道好苦啊！你来吃一口，这就跟柠檬一样，加热之后就会偏苦，有一点点苦。吃下你这个，我觉得你这个会好一些，因为它这个沾面是凉的，有点坨了。哎呦，坨了。面饼，整个大坨，这坨的也太快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有柚子和酱油的味道。这两个味道你觉得搭吗 ？OK 啊，就夏天吃的话会很清爽。但我觉得我应该选的是冷面会更加配，我现在就选的是温面吧。温面就是面饼。对，我来抽一口。耶，坨了，坨了，面饼抽了一大坨，充分搅拌。但也来，它这面不算是粗面，哦，就挺细的。对于沾面来说，我的妈呀，真太好吃了！它是放了柚子醋，就酸酸的，再加酱油，还有那个辣，哇、哦。就很像柚子拌面，怎么办？我吃了它这个之后，我感觉我自己这一碗已经有点可以了，难以下口了。好羡慕它这个，好吃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偷吃，我正大光明的。这个酱汁拌鞋底都好吃。夏天这么吃真的太清爽了，真的好遗憾。哎，我拿这个面来拌一下这个，看好不好，会不会好吃？应该也好吃。我们拿这个面来蘸一下。这面已经吸了这个汤汁了，它越吸越苦，它现在这个整个面都已经是柚子味道，就苦到不行。你吃一下，比刚才还要再苦，是不是很苦？对你感到遗憾。
希望大家来的话就要记住我的教训，不要点这个热的。你不是刚刚才吃吗？刚那个没吃饱。大家看演唱会需要很多体力，要多吃。完了完了，走错路迟到了，现在跑起来。我在这外面已经听到音乐声了。看出来是谁了吗？转过来了，看见了吗？现在刚刚看完出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整个大投入，后来听了都有点迷茫了。不是，是最后一首歌太感人了。黎明也是比我爸大了3岁，就是这个年代的距离，就是我有点听不太懂，但我就感觉你整个就是大沉醉，你就跟那些 C 男一起在哭。一定是你比较激动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，点赞关注这个视频。男的找到女朋友，女的找到男朋友，无论男的女的都。